大家好，我是 Matt。 咁我2008年嗰陣時就加入 Enoteca 啦，轉眼就已經十年啦。咁記得嗰陣時自己仲係一張白紙嚟嘅，咁啊喺第一間店中環店做嗰陣時都係一個收銀啦。咁一路咁公司俾好多機會自己去試好多唔同嘅葡萄酒，經過到今時今日，我哋依家公司有七間分店。咁我之前咧就喺做珠寶出口工作嘅，咁喺英國外國嘅文化入邊見到好多葡萄酒擺咗喺架上邊，自己從此就對葡萄酒產生咗好濃厚嘅興趣。第一間鋪初頭只有得五個員工，咁今時今日我哋七間鋪已經有35個員工。咁我自己第一日好記得印象難忘嘅就係、是。第一日是4点先吃饭，因为第一日我们做到差不多超过100万的生意，排长龙排到我自己是负责收银的，我那个主要的职责是一路咁 keep 住成个月，我们都 pack 货 pack 到2-3点啊，这个是其实是一种磨练嚟嘅。咁喺 Enoteca 呢十年里面咧，我自己2009年的时候获得上司的信任同埋机会，咁就幸運地成為有一成鋪的店長，咁嗰一刻自己其實都未話好 ready 好嘅，咁但係多謝同事的支持啦，同埋鼓勵啦，咁大家一個團隊咁去合作，令到我自己學到好多嘢啦。2010年嘅時候，沙田鋪我哋就開第三間鋪啦，跟住就嘗試接觸到多啲唔同嘅機會，譬如嗰陣時我開始會睇到睇2-3間鋪啊，再上 office 做 area manager， 去到今日就 Enoteca 有七間鋪啦，咁亦都係好多謝同事嘅支持。店我相信同好多公司或都係一樣，最難處理都係人啦，人事上邊嘅可能有少少誤會啊或者摩擦，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。只要大家交心，真心咁溝通嘅話，我相信係會係解決得到。工作上面最大嘅滿足感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定係能夠介紹到俾客人一支佢哋適合唔同場合嘅一支葡萄酒，能夠令到佢哋嗰個場合可以分享到喜悦。咁呢個係無論。價錢的貴與平，咁我都係管住呢個心去做。咁 Enoteca 其實我哋日本總公司係始創於1988年，今日已經有30周年嘅歷史。咁我哋 Enoteca 香港就係10周年嘅生日。咁我哋知道 Enoteca 日本嘅精緻文化自己其實都好中意日本人做事的認真啊，他們帶領潮流的敢於創新啊，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加入 Enoteca 公司的原因。有一成鋪剛剛在上個月就全新裝修，希望能夠用一個新的面貌帶給客人。你眼前面見到的這張雲石吧台啦，還有後面這個意大利酒櫃都是我們新加入的元素，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可以舉辦更多嘅試酒活動，俾客人能夠更加有信心咁揀選佢哋心儀嘅葡萄酒。呢個係 Century Cellar， 咁啊代表住我哋對葡萄酒嘅認真同埋執著，因為主要呢度擺嘅都會係10年以上嘅珍藏嘅葡萄酒嚟。咁呢個我哋會將葡萄酒嘅 label 啊、佢嘅 code 啊、佢嘅儲存啊，我哋都係一絲不苟。咁嚟緊10月16日，我哋喺 Ritz Carlton 會有一個大型嘅試酒活動，超過150款酒俾大家品嚐，到時見。